さんこんにちは。写真家兼旅行作家の小林健吾です。台湾に3年前に来てからたくさんの景色を見ました。この山の中にはたくさんの物語があると思います。幹部中来下面幹部だ。わはははは。海の生態系や、いろんな秘境を見てこの世界たくさんの部分を伝え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向 Max。身为一个专业的厨师，我最喜欢做菜，更喜欢享受大家吃我菜肴时候的表情。很爽，好好喝哦！希望大家透过上山下海过夜这个节目，能够跟我一起探索更多的美食，让我们在户外也可以轻松惬意的享受自己的人生。大家好，我是乐血阿杰黄世杰。这是台湾的溪流原生的鱼类，而且也是台湾溪流原生最漂亮的鱼哦。它是树栖蛇，你看，看那个缝了。它想要上去，因为那是它以为是树枝。我希望带大家去看到台湾自然生态的美好，在森林中、在海里、在任何地方都有好多自然生物，值得我们细细的观察，也让台湾的生态变得更美好。Hello， 大家好，我是肖志伟巴蒂。今天我就不当国际网红巨星了，今天要来做点非常震惊的事情。其实呢，我平常呢，非常喜欢户外生态，然后也喜欢观察一些自然的环境。我自己也有去潜水啊，还有去登山。这个就是人爬的。我非常喜欢跑步，也喜欢各式各样的户外运动，特别是在大自然里面。我还在那边想，为什么？不要笑，我操！我右边都是尖尖的，真的还假的？真的。透过节目，我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的了解台湾，也更深入的把台湾的美丽介绍给大家。什么样的味道？有，哇，很鲜，好棒哦，很浓，很嫩。来两只，好漂亮，难怪你会把它取名叫红马甲。对，真的。哇，我现在是小林视角了。武装眼睛，五种视角，带你上山下海过一夜。今天我要找我的好朋友们去爬剑龙林，听说它的困难度很高，所以我们到上面的时候会看到无敌的美景，据说是东北角最美的路线。这个季节，贡寮的鲍鱼跟九孔非常的好哦。哎呦，真的吗？高级食材了，对吧？高级食材，高级食材。我不要调味，我要原味。没问题，所以海里的嘛，是，而且很牢啊，很牢啊，漂亮，对啊，漂亮。哇，有点嗨了。看美景吃到很赞。你约大家出
白我们今天早上要去哪里，我跟那个都不知道。不是来看鸭的吧？我们要去那个剑龙岭。剑龙岭呀，剑龙岭很恐怖哎，所以很危险的，很危险。哎。我们不是来度假的吗？我一直以为我们是踏青行程。对，我们是度假啊。那个冒险的很多。冒险。没有，艾美，你有没有去看一下那个剑龙岭的影片？有多可怕？我完全没有啊，我就听说它是焦山之王，就觉得我想要去。所以你就把我们找出来，就这样。啊，对。吃海龙须菜吗？龙须菜还海带啊？龙须菜跟海带吃这么高级，就是昆布呢？我们熬汤很贵的昆布呢？昆布对，喂它吃这么好哦？对啊对啊，真的啊。所以我们这边的九孔鲍鱼会这么肥美，就是因为吃这个。对啊那个。感觉吃的皮肤很好哎，因为老板皮肤也超好的。真的，皮肤很光亮哎，不要一直摸好不好？今年会喝。哎，77了，77，看不出来，真的假的？32连四的呀！你是谎报，你是谎报。我们可以下去吗？可以啊，我想下去看。好，那你自己下去。18度啊，水温18度。啊，我可以换衣服吗？可以。你们不换也可以啊。我们自己下去踩哦。可以吗？可以吧？可以。好，加油！加油！赶快下去啊！加油！我的食材就靠你们喽。找最大颗的。又够大，好。听说好像还有海胆哦。哦。乌尼哦。海胆哦。乌尼，里面比较多了。里面海胆里面有乌尼，里面有乌尼。那里。好冷。好冷，都在颤抖了。巴蒂还好吗？超冷啊！他们没有背那个铅块，那怎么办？不然就是吃海菜哦。对啊，不，那就是这样看看就好了。哎，你问他那个鲍鱼和九孔怎么样吃菜啊？有被整的感觉。不会的，
我们这个小声讲就好，不要跟他们讲话，不要跟他们加油。没有，我说加油。雾里在那里，雾里在里面。他一直在说，他看不到。哪一个？上不去呀！把我后面打开，我上去了，我感觉到空气。可以下去，但是不知道哪一个。来，我看到，我看到，麻烦你，麻烦你。我怎么还踩住？不要喝起来。Watching my TV set, it's not for me. 有吗？我看到，我看到。哇！快吃饭了。我看，你看不够啊！我看鲍鱼了。我看，吃饭了，走。我们检查， okay. 我们检查，专业检查够不够大颗？有没有？这个可以吗？这个大小其实勉强合格啦。我没有看过这么小的鲍鱼。海胆，好耶！他那一颗好大颗，好棒哦！小林那一颗好大颗，有小林的哦。下班了，我得到鲍鱼了。哇哦，小林版本跟巴蒂版本差太多了。哎，这是同一个类吗？这是九孔，这是鲍鱼。哦，啊，我了解了，了解了，张曼啊。我们的希望在你身上了，耶！真正的九孔，还有鲍鱼，有了，得到了，这个叫大了吧？可以吗？好好来，大的，这个我回去放养。Big， 这个好，对，就是这个。各位观众朋友看，这才是高级食材，你看，高级巴蒂的，我会跳跳。如果他们够努力，今天采得到。只要五颗以上，我们 CP 值就已经够了，就整个超划算。鲍鱼来了，这一颗我们这样子直接吃的话，最少需要500。活鲍鱼生鱼片一份差不多需要500。只到一颗哦。这是什么？河豚酒。河豚。河豚。哦。哇，好可爱哦！对。好像假的，好可爱哦。我没有看过它那个爆炸的，前面是也是刺刺吗？对啊。它会这样生气，然后把它放回去。应该是好，放着放着。它有炸力。哦，好可爱哦。你看，它消气了，它消气了。对，它消气才可以沉下去。对对对，它在吐水消气了。对，好可爱哦。你一直叫我，好像小鸭鸭哦。消气了，消气了，下去了，正常了，它正常了。一颗，这一颗，现捞我们现剖的话，
差不多在台北一颗也是要400到500，因为它是活的。包一条，来包一条。哇塞，好收收。好。哎呦喂。生日来了，我们今天呢这么好的搭采的这么辛苦的九孔，哇塞，到现在我还拔不起来，黏住的鲍鱼，活跳跳的鲍鱼，对不对？好，今天就用干煎的方式来处理，很快，我期待哦。麻油，这是中式吗？对，中式。哇，好像，嘿，给一点，给一点。我这边没有啊，给一点啊。有了，有了。麻油加了蒜嘛，爆香。对，然后我们就好来，谢谢哦，就这么奢侈，哇，有听到奢侈那个声音哈，这很犯规，小心小心。可以，好来，太犯规了，把它的香气整个制出来，就不用动它，这么高级的一个材料，其实我们就吃原味，非常好。这边呢，九孔的部分呢，来，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烤炉上。这个我已经先经过处理了，我们待会直接用个柠檬盐下去烤一下它。这个只有切片，还没有做任何的那个调味，也不太需要调味。我们是吃最天然的，对，毫无调味的。哎呀，非常漂亮！哇，家煮变成好像来到型男大厨啊 ，Max， 好好煮啊，那陈哥。好，我还有多少分钟？剩限时两分钟。限时两分钟是不是马上开始哦？喷出来，小林先生说，其实这个在日本吃是非常的贵的，非常贵的一个东西。日本一颗这样多少？贵的话应该3000卢币吧？啊，卢币，卢币，差不多1000块，1000台币，差不多。哇，1000块我们可以5个人吃一餐，而且我们更小的，对对，没有这么大。哇，谁来第一口？谁来第一口？小林上，哎，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哇！我说，哇，让大家看一下厚度已经进去了。他的表情，哇，好像好吃哎，很爽，很好喝哦。对对对。啊，好奢侈哦，我不敢吃哎，真是太奢侈。不敢吃可以放下啦。专讲很奢侈，默默的推了进去。啊，很好吃。哦，好嫩，然后好香，我们嘴巴是海洋的味道，对，嗯，就是那个干的味道，就是海味，嗯，而且，多吃了，真的，我试吃的时候，很好的节目，很好的节目，算很好的节目，因为我还是要喂你吃高级食材嘛。超棒！谢谢大家。在日本是真的贵，真的贵。哦，谢谢 Max， 谢谢。好油腻。这样，旅行带我出来很重要了。对，一定要。
来了，好舒服啊！那你好棒哦。我想说，我们出来玩就不要找太贵，所以这间 CP 值很高，但是又有点古色古香，还蛮有风味的一间。多少吗？不用偷偷问，700块。700块，九份只要700。哦，对，最九份最近民宿还蛮贵的。哎呀，很便宜耶，这样 CP 值真的对你来讲很高，对不对？可以啊，因为我今天刚好只带700块出嘛，刚好。你们九份听得像到什么？听九份像到什么？九份芋圆啊，芋圆。都哎，不是神隐少女。对呀。气氛很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感觉气氛，而且对立邦来说，九份非常有名的一个地点，但我一直一直想去找这次九份。我跟你讲，终于，所以赶快选船。那我跟安迪一起。那边而已。等一下，是都是云那一边吗？哎，好像有点黑耶，怎么办？我跟你讲，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稍微看了一下这个天后状态，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因为这边是蓝，那边有一点乌云。所以待会就不会了，对不对？待会我们就是努力往前冲。好期待，今天应该找到秘境了。早上好。很难很难。我们要去屠龙了。小河哦，嘿，哇，冒险的感觉，好哦，准备了，哎，小心哦，叫阶梯啊，好森林，哎呦，原始林，原始，哎呦，原始，哎，小心，要不服夸，夸，没有，这是森林，那你别夸呀，你，这不能开玩笑。等一下，佳慧，你们都没有发觉跟福大一样吗？比较多树，这边很多，这一种不是树很多啊。这边是以前哦，南亚这个地区的先民，他们住在这里，所以你看这边这些石头是当时这些先民住的房子，用石头砌起来的。哇，他们住太高了吧？这边还有围一个圆圈的感觉耶，是因为他们就住在里面嘛。我在里面。那你们在我家外面，那你就这样敲门。哎，等一下啊！有这边有血哦，原来有血。哦，仙人很猛哎！哎，等一下，走，干嘛？哎，我家。你要敲门啊？干嘛啦，阿姐？我家哎，你误闯民宅哦，这位先生。跑去哪呀？阿姐，你闯上家民宅了。啊！哇！我家怎么有蛇？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森林，森林就是他们的家。这有会咬人吗？这只是有唯独的大头蛇。哇！但是它没事，不会咬人，轻轻的，轻轻的这样就好了。啊，好滑顺，这个
皮肤质感很好哎。哇塞！然后它是树栖型的蛇类，它会抓蜥蜴啊，抓一些鸟来吃。那因为刚才我看到它刚好从这边要爬上去，所以我来不及跟你们讲，我就上了。所以它是低海拔的蛇是吗？应该在这样子的低海拔的原始的森林，没有破坏的地方就看得到，因为它是树栖蛇，你看。它去看那个蹦了。它想要上去，因为那是它以为是树枝，它是树栖蛇。好帅哦！他在找那个蹦，你看，他舔到蹦了。他觉得不对。小心小心，没事。他有点弯了。对，他如果卷起来的时候，就是你要小心，尤其要对哪边，你有没有？这样就是攻击。像这样就要小心一点，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都会特别去注意他的行为。是你闯入了他的家。哎呀，不好意思，你的骨错。为什么巴弟离那么远？为什么小林那么远？来啊，快点！哎，他们很慌，来了，就会这样卷。他唯独而已。等一下，他会卷。我看到小林在发抖哎。Don't worry， 不要发出这种声音啊！他拿起来摸他，发出这种舒服的声音。他在我手上，所以头在这一头，他不会到那一头去咬你。哇！他会卷，卷起来了，卷起来。嗯，你手在抖。哎，那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哦，第一次你整天就好想公母的。好 ，OK 了，我们看完把它放回去，我们就继续上吧。OK， 谢谢你，大头神。好酷哦！他头真的很大，好，真的，拜拜。哎，他衣服湿了。累了。我想说，这么陡的坡已经爬完，应该就到了吧？而且这路好像没有尽头哎。好，开始走啊！哎，刚开始走就要找尽头。小心，小心！我们老人家要扶着线。走，爬哦！嘿，叫！可以。我们一个走完，我们再跟下来。可以哦。怎样？前面是塞车。没有，可以了。Nice， 加油！哎，可以哦，没问题哦。我们不要开快车，我们慢慢来。我们时速30就好。对。我们要选择最安全的下山方式，对不对？我拉这个了，对，这样。哎，小心，这样。哎，小心，小心 ，base， 小心。好，这样子，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就这样，太好了。核心肌群有练到，有。哇哇！好可怕！我刚蹲下来，坐在这边，好难哦！你们怎么下去的？你怎么这么平稳啊？我这个爬过 ，OK。这样我们两个炫爆。对啊，你可以滑一下吗？你刚滑一下吗？你这样会让我很没有台阶下。OK。跑比赛的路径哎，我们常常会在河床上面跑，好，蛮酷的。我们已经过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了。哎，真的吗？行，完成。好。哇，哎，大家快过来，快过来！好，我已经很快了。我跟你讲，该是说快到了。对，有没有看到这个第二个上切点？哇！我看不到天气耶，这已经有60-70度了耶！天哪，这太夸张了吧！
哎，这是攀岩的哎。这是加油啊，各位！阿姐，你确定？杰哥，听你的。你确定那是人走的吗？是。这么惨，赶紧跑！回答我的没有。啊！小心点，小心点！可以。可以，哦，啊，这个难度超高，这可以吧？好漂亮哦！终于就是这个，哇，刚才的，这个要呐喊一下，真的 ，OK， get this guy， 看着很妙，对不对？小林来 ，OK， get this guy， OK， get this guy， 对啊，这才标准，对啊，我讲。我这个自拍杆都变拐杖，快点，好不容易看到那个。有啊，有有有，去海边。剑龙，哎，我看到剑龙了，在那边，就在那。我看到那边了，有人，剑龙队了，有人，而且好清楚哦。哎，就在那座山头了。对，所以该说剩五分之一，没有骗你们吧？真的 ，10% 吧，差不多。好 ，10% 而已。OK， go go go， 加油 ，Yes。哎，来帮忙哦！有队员有状况了，有队员有状况，赶快下来看一下。哦，还好吗？怎么了？怎么了？这样，颠倒少想不知道怎么了。哎呀，强哥，强哥怎么了？哦，还好吗？哎，怎么办？想吐，头晕想吐。那个是没有吃东西哦。没有，因为刚刚那段太激烈，我觉得有点就是身体都受不了，头晕对不对？嗯，那应该就是血糖晕过低。那麻烦 Max， 那一颗也不够。你休息一下，给我一点时间，马上处理。抽筋了、哦？抽筋啊，整个大腿我动不了，我的关节没有办法折下去，没有办法折，没有办法折，这么严重？对啊，我从来没有大腿这一面抽筋过。通常是抽小腿啊，过度疲劳，对，低血糖，低血糖，哎，看有没有糖果甜分的糖，巧克力有，哎 ，Oreo 好不好 ？Oreo 对 Oreo， 越甜越好，甜到爆，要赶快升糖。我最爱 Oreo 了，我们最甜的在这里啊，甜心。哎，你有点 baby， 你为什么要撩妹？等会等下，你帮他开一下，帮他开一下，快快快。OK， 三哥，先来一点，倒过去，感恩。来，赶快来吃。嗨，我先来一口了。好，来一棍。我们只要因为煮饭很麻烦，但是你看我们有麦片，麦片慢慢的下下去。来，快，好。还有，
看，山菜杂烩粥完成。哇，杂烩粥。对，来，赶快，赶快，这样就好了，完美，完美。在这个顶端，整个都是海风。幸好腿长，好，这一段好硬哦。这边吗？诶，旁边没有边吗？哇，高！我天哪！哦呦，高哎！你小心，这石头会动哦，真的，会晃。这真的蛮高的，很高很高。哦，不是哟。Go go go！ 哇！哇！好美哦！哇！哇！太棒了！到了！我们走上来了耶！终于。要开始了，这应该就是它的龙背了。哇，我们终于到这里了。对，这就是剑龙林最重要的背脊的地方。好，可是我跟你讲哦，这边真的超危险。等一下我们真的要很专注。是，这边我们必须要用100%的那种专注力慢慢走上去。它虽然很难，可是这边也是这边最棒的 view， 最棒的秘境的一个。哎，耶哦！哇，来，大家看这边喽！哇，哇，剑龙啊！加油加油！风很大哦，准备。OK， 了解了。一点是高。OK， 一点是。Yes。OK。怎么这么斜？哇，这个坡度。要手脚。下来的时候就好了。真的、哦。基本上呢，上来已经虚脱了。因为刚才前半部就已经很陡了，这边呢更斜了。天哪、啊，天哪、啊，天哪、啊！这个一失足哦，就只能往山下滚。哇！
这太有挑战了，各位。好，小心。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真是人爬的吗？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好，上一休，拜拜。后面可以吗？可以，只是没有这个小心摔下去直接下线。我们左右两边看一下。然后到上面平台的时候，你们拉一下。好，没问题。手把手。OK。右脚，右脚啊。可以吗 ？OK。来，手把手。到那边，哇，很漂亮，好快速啊，很高，天哪，我脚都酸了。我们现在整个在这个背上面最高点吧，对，太漂亮了。我们终于骑到剑龙了，对，骑到了，虽然感觉有点废骑了，是的，有点累啊，真的太值得了，终于骑到剑龙，我们啊，成功了，我要吸一下这边的空气，很感动哎，有点喘。真的。要让就是台湾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希望可以分享给很多的观众。而且台湾很小，可是山很多很多，然后真的很漂亮。真的。觉得就是这趟上来就是很感动，就是大家一起手拉着手一起上来看这边的美景，有山景又有海景，尽收眼底。真的，我觉得对立邦人来说，我们的国家旁边有这么美丽的国家，很荣幸，很幸福。令人油然而生的幸福感，是亲眼目睹这幅美景后的感动，更是我们在大自然里耗尽体力后的最佳回馈。台湾或许不大，但大自然的感动绝对很多。五个人，五双眼睛，五种视角，期待下次的旅行，继续带你感受上山下海的魅力。